士，欢迎。啊哈喽好哥，什么时候刁难过我？哪有啊？对，忘了上次他让你玩那个火云掌。三、二、一。哇！曹丕金，他自己其实特别害怕的。但是我听说。今天你又要带来一个绝活。是呀，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上次既然都已经刁难过你一次，既然我都留下这个恶名了，这次再来一次吧。上次让你化身这个草之精，然后变成我们的这个功夫，这次我带来了一个召唤术，让你变成阿拉丁，想不想试一下？阿拉丁。是呀，擦一擦就能把灯神给召唤出来。听起来有点想象力。来，我们有请。上神灯。好哥，许个愿吧，哈库拉马塔塔。哈库拉马塔塔。居然是冰的，是不是冰的呀？对，所以你那个北大学的是魔法，不是法律法啊？没有了，那是因为我一直热爱科学教育，所以我一直认为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以前我们学习科学的时候，可能只能通过这刷题或者是在课堂学，现在有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科大讯飞智能学习机，它的知识图谱覆盖了2000多万全国各个地区的精品题库和6500多个中考考的考点。学生可以通过少量的题目检测来做个全面的学习体检，找到孩子的薄弱项，提升了学习效率。这比我们当时学习科学，我觉得更有效率，好玩多了。哇哦！刚我记得你之前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是的，你就说你在从事这方面，现在还依然在做这个吗？是的，当时我还是法学博士在读，现在呢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在北大的医学人文学院做博士后。而且参与了就是北京市的传染病防治条例的立法研究。哦，好，萧逸能今天来到我们一站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我刚才看到了现在的这青创界的一站青年，我发现有清华的人，所以说我看这没有北大的这肯定不行啊，对吧？我想今天就想这个以武会友，切磋切磋。清华看到北大的都想切磋，北大看到清华的都想摩擦，反正接下来各位想要应战萧逸能的可以考虑了，请考虑。请表示。洪飞敏，楚真，人家已经都发出邀请了哈。对呀，对，因为这个逸能说他在场有清华，没有北大的不行。那我来到青创季以后就没有见过北大的，我得看你到底行不行。好呀，好呀，对。楚真，那你知不知道清华大学今年 QS 排名世界第15？哇，那太厉害了，偶尔也让你们在前面一次吧。Round two。我只听说过清北清北，没有听说过北清北清。可是你知道清华北边那条路就叫北清路啊？是吗？ K.O. 黄飞梅，哎，你知道北大有著名的几点啊？景点啊，博雅塔、未名湖、北大图书馆，简称就是一塌糊涂。它是一塌糊涂，不是一塌糊涂。那个塔的话指的是博雅塔，我们取自这个鲁迅的君子博雅，而未名湖的话，冰心的爱人吴文藻先生他说了一句，眼前美景莫可名状，不如名之未名，所以就叫这样来的，未名湖 No Name Lake。 他嘴皮子真的好快啊，嘴皮子果然是北大就是六啊。学习知识有难题，科大讯飞来帮你，清华北大比比题，看看今天本场谁能占第一。来，你选。我想的是，既然要做一个君子之争的话，那最好我们还是要让来一场男生和男生之间的对抗，所以我的选择是楚真。
振。加油啊你，别丢脸。我要抢到助攻题，你得帮我。那肯定了，必须的。北京见面，只求一战，请准备。答题开始。在歌曲《种太阳》中，作者想要把种出来的太阳分别放在南极冬天晚上和哪个地方？种太阳的话，我们希望太阳带来的是温暖和光明，所以那就是缺乏温暖的北冰洋。尼采名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包含了哪种物理原理？这其实包含了光路的可逆性。在猴子捞月亮的故事中，猴子们发现月亮掉到了哪里，而产生了捞月亮的想法。猴子是首尾相连的，所以肯定是个很深的地方，那就是在井里。Yes。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正门嵌有哪位文学家的手模？巴金的手模。下面进入讯飞学习机助攻时刻。科大讯飞智能学习机今年发布的可以帮助小初高学生提升成绩的是哪款产品？ Excel Pro。 好，将会有一位加入到主持人的战队，他会是谁呢？鹏飞你我，双亲学子加入了清华对北大。答题继续。我们平时说的时髦一词最初用来称呼哪类人？时髦的毛的话，我记得是发字头，那下面那个毛指的是发的最尖端，所以指的是当时最尖端的人，那应该是社会杰出才俊。漂亮，肖一能。相传五魁首的典故与哪位明朝皇帝有关呢？朱棣。在 Windows 游戏《三维弹珠》中，玩家的等级是用什么来表示的？我在斯坦福访学的时候，专门在这个 Club 里面玩过这个线下版的。我记得赢了以后，他会给我一个军衔，我叫 Captain Shaw， 所以是军衔。漂亮。Yes。Yeah。西餐厨师掌握的菜谱和烹饪方式越多，他们戴的帽子会怎样？吃过那么多次米其林餐厅的我肯定不会被这题难倒了，还会褶皱越多。杀鸡之前给鸡灌醋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容易去毛。 Yes。 相扑运动员为了增重常常会吃哪种特制的食物？其实这种呢也叫做相扑火锅，所以是一种火锅。超市买东西，向老板说撵出一团真白玉将归回向未来人，那么他要买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哦，要撵的话那就一定要用到磨，所以磨出来的东西将归回向，再做成一个回向的方块，那就是豆腐。漂亮。可以。元素周期表在传入中国时，翻译家徐寿借用了哪位皇帝后代的名字进行命名？其实当时是朱元璋很多子孙啊，他名字里面又带很多金字旁的，所以取用了他的，所以是朱元璋。漂亮。黄药师曾说，若以刚猛而论，只有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可以与之比拟的是哪种掌法？杨过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就是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黯然销魂掌。漂亮。
根据《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是听取了谁的建议，赦免了孟获，换取民心？七擒孟获，怀柔政策，所以这个建议是来自马谡。漂亮。唯一获得过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导演奖的演员是谁？国立导演是我四川老乡，而且也是非常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就张国立。好的，唐国强老师，我觉得不遗憾，不遗憾，不遗憾，不遗憾。嗯，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啊，对抗对方两员大将啊，还能够鏖战多轮，已经实力不俗，非常了不起了。英雄惜英雄，对 ，yes。我觉得清北之战可以在台下继续，没有关系。还没叫够劲。是的，来，我要送别萧亦能了，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